每一组有五次机会，你们自己决定你们想挑战距离。可以，就这就这就这。嘿，谁给我搁那儿去了？给我们打个样。我们不要那么远，37.5。一把就成了，咱就玩一把。我要先告诉你们，我玩这个游戏的输赢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。好，看出来你是好的了，看出来了吗？来，看出来了吧？那就。哦，拉尾巴是太滑了，你先拉尾巴。我玩这个也是为了证明我的实力。你先拉我一把，太滑了。这下子，这下子，哎呦我去，这我能拉得动他吗？他俩肯定不是一伙的。他俩不是一伙，我也觉得。他俩这个内部分歧很严重。那我第一次就挑战18。不可能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的极限是15啊。我现在就18。怎么感觉有点难呢？这个旁边的这个是干嘛用的呢？怕你掉下去。旁边都是软的，没事。好，第一组第一次挑战，3、2、1，来了。大哥拉住，大哥拉住。不，你这还拉啥呀？滑呀。哇，好滑啊。陈哥小心啊。大哥拉住。你慢慢的走。他撑不住。走走走，别再动了，别再动了。走，大胆的走。来，走走，大哥走走走，大胆的走走，别再动了。我使劲了啊，你使。我觉得是，哎呀，走走，大哥走，大哥大哥大哥啊，大哥走，完了。大哥，走走，大哥走走，大哥走。大哥，哎呀！这都快脱臼了。距离要减短一点吗？先减到10可以吧？脸疼吗？脸？我没懂他们俩为什么是你拉，为什么是你啊？他没有劲儿。拉住啊！拉住，拉住，往后拉。大哥！哎哎哎！大哥！大哥！大哥！好惨啊，好可怜啊。我本来不怀疑他的坏蛋，我觉得他现在所有的举动，我现在已经相信你的判断了，就是落笔问题。你看他那个无辜的表情。你俩换换吧，我觉得他拉不住你。你们还要10吗？你真的不敢吗？可我是个好人，我想证明我是个好人。我们不生气。我走了啊，走。啊啊啊！自己的问题，人家没事啊，人家拉着呢。你要把重心往前放，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核心，核心，要用用力啊！核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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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核心的力量，我得有啊。忘了你没有核心。小别动，小别动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恐龙的脑袋都歪了你。啊，很遗憾，第一组。